啊，我最喜欢在春天的暴风雪里徒步旅行了，可以走得很快，却不会出汗。你说对吧，医生？医生，我就在你后面，队长。我来帮你吧，没有几步就到了。 到了，但你姐姐的洞在哪儿啊？这儿除了雪还是雪。巴克，孩子们呢？在洞里呢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洞，所以可能有点害羞。哇，外面好亮哦，而且很大，得有多大呀？最好去看看。嘿，接住了，阿森。 这是你们的巴克舅舅，我们应该叫你巴克舅舅呢，还是巴克队长舅舅呀？叫巴克舅舅就行。妈妈说你很强壮，有多强壮啊？能轻而易举把你们两个背起来。妈妈还说你很勇敢，有多勇敢？勇敢到能成为海底小纵队的一员。这位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伙伴，皮医生。你们好。我们也很勇敢，而且强壮。 看我们的，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情景。真的吗？哦，是的，我们北极熊就是这样锻炼雄劲的。巴卡，我们俩经常摔跤呢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常常一拳就把你打飞了，就因为这个，我以前总叫他笨爪子。